先讲一下模块六混凝土工程。混凝土工程章节内容比较多，但是考点还真不多，它大概有六类14个考点，而且很多考点是来自于二建教材。其中第一个考点，考点一是模板的安全，模板安全包括常识，包括荷载，包括模板拆除。第二个就是混凝土施工一，工艺流程注意事项还有四个不合格，还有混凝土施工二，缝的分类，施工缝的设置，止水的注意事项，还有门槽二期混凝土施工。我将后面的水闸施工免责把它挪到前面来了。第四个考点就是大体温控的措施，第五个考点就是质量检测检查，第六个是碾压混凝土施工还有它的质量检查。首先第一个模板的安全，模板的安全又分为三个小考点，模板的常识，模板荷载，模板的拆除。模板的常识就是模板要有强度、刚度、稳定性，要有自重与配重，早期的安立体。第二个模板的荷载，这是一个二建的考点，这是一个二建教材一建的考题，但这个题必须要掌握。模板因为这个模板它的荷载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这模板的荷载，这时候我们新教材有九个荷载，这九个荷载一建教材没有，但是你要背，有基本荷载有九个，这九个有四个是向下的，画张图这样去记，这四个向下的是第一模板的支重，第二钢筋重，第三混凝土重，第四上面的人的重量，这四个重量都是重力方向都是向下的，有向下的还有向下的浮托力，还有向两边的侧压力，还有向两边的模阻力，这样就记住七个荷载，再加上冲击荷载，再加上振动荷载，总共加起来有九个荷载，这个点必须要掌握。老教材是六个荷载，新教材加这三个，总共有九个荷载，这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这个要会做。第二个，模板的拆除，模板的拆除，那这种题目也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那非悬臂梁模板跨度是10米，这拆除它强度要100%，因为两米是50%非悬臂，那两米到8米是75%，大于等于8米100%，这个10米要100%拆模，这个拆早了。好，这是关于模板它的拆除。然后呢，在模板的常识、模板的荷载、模板的拆模加在一起，可以考综合的模板的安全题。比方说，在2013年二建的案例是这样讲的：计算模板的强度的时候，要算什么荷载？计算模板的强度，书上有个公式，有一张表格，这个表格你不要去记，很复杂。我们在冲刺课给大家讲了，这时候要算它的强度，这时候它都有四个向下的荷载，四个向下的荷载有自重，还有钢筋重，还有人重，还有混凝土重，所以这个时候它还包括混凝土重、钢筋重、人的重量，这是四个向下的荷载，这考模板的荷载。还有模板在安装时候它起拱是多少，因为模板跨度太大了，这浇混凝土会把它压弯来，那这时候我为了防止它压弯，这我干嘛呢？先做个起拱，等一下让它负负得正，等一下有自重的时候把它又变平来，这时候它的起拱值是多少，这种起拱值当跨度大于4米的时候，这是又是勾股定量，那它的起拱值3%，0.3%。好，还有拆模对强度有要求多少，这个跨度10米拆模就是100%，这是关于模板的安全，将模板的常识、荷载、拆模综合在一起的案例题。好，这是关于这个第一种考法，考点一模板的安全。模板的安全讲完之后，当然在当中这是模板计算它的刚度，计算它的强度，这个表很复杂，但都有一二三四都是四个向下的荷载。好，下面看第二种考法，考点二混凝土施工一。第一考工艺流程，看工艺流程在2014年一建考了这么一道题目，他说在工艺流程当中 ABCD 分别什么，那这首先有施工的准备，准备完了测量方线、基础面的处理、绑钢筋、支模板，绑钢筋前面前续工作叫做钢筋的支安，支模板前的续工作叫做模板的支安。
好，这就形成了，通过分分块就形成一个个可以浇筑浇筑仓，形成浇筑仓之后，由混凝土的拌、混凝土的运、那混凝土浇，浇完之后混凝土养护，所以 A、B、C、D 分别是钢筋的自然、模板的自然、混凝土的制备、混凝土的运输，还有混凝土的养护。这是关于它的工艺流程。第二个，在这个工艺流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基础面的处理。基础面的处理，如果是岩基，它应该怎么进行处理？这是一到一九年的案例题，这个题目考的历史比较近，就自己看一下答案，今年可考性概率不是特别大。好，这是它的工艺流程。第二个，混凝土施工注意事项。那么，比方说一三年二建一道题目，他说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仓内出现了粗骨料堆积的情况，出现了粗骨料堆积情况，这时候我们直接采用水泥砂浆进行处理，这个治标不治本，骗骗人。就像我们有些上次看到甘肃一个施工，这发现质量问题，他怎么解决？涂个漆，把裂缝把它涂掉去就解决了。这个就是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方法。指出事件三当中施工质量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且说明正确的做法。这时候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就是粗骨料堆积会造成内部蜂窝马面。这正确做法是，这时候粗骨料堆积，这时候你要让它不堆积，不堆积就要去通过坚定的施工，将粗骨料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那个砂浆较多的地方，不得直接用水泥浆进行覆盖，治标不治本。好，这是关于混凝土施工的注意事项。还有混凝土施工四个不合格。第一个不合格是混凝土拌合物原材料天生不合格。一三年一建的案例题，这个题来自于二建教材。原材料天生不合格，第一你的配合比，第二你漏配，第三你得要在施工当中，这个时候你的拌合不均匀，夹带生料，出气口的塌落温度，出气口塌透度超过了最大值，或者是配料单无法补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还有发生漏配或者计量失控，这叫做原材料天生不合格。好，我们除了有原材料天生不合格，还有在运输途中不合格。运输途中不合格，要不就时间在运输中碰到了水，要不就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就发生粗凝，发生塑性相加较低，运输途中碰到了水就雨水淋湿过重，或者遭遇冰冻还有那个冻块，严重影响它的质量，这叫做运输不合格。好，当然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什么时候停止浇筑，什么时候挖除，这把这四个不合格混在一起，考选择你要会选，考案例你要会背。好，这是关于混凝土施工一，就是四个混凝土施工一的C 考点四个不合格。好，讲完了混凝土施工一之后，再讲完混凝土施工二，我的又有四个小考点：一、缝的分类；第二、施工缝的设置；第三、止水的注意事项；第四、门槽的二期混凝土。第一个，施工二的缝的分类，缝的分类就是我们的重力棒它的横缝一般是多少米，重力棒它的横缝，这个是横缝，这个横缝一般是15到24米。这个题目只有一件可以做，二件做不了，因为二件有两，我们教材有两样出现的横缝，两处它的长度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题目一件可以做，一件只有一个地方出现。第二个就是重力棒它的纵缝，除了有竖缝还有错缝还有斜缝，当然这个通仓浇筑，其实通仓浇筑它不属于缝哈，这个是去年刚刚考的，那这个答案是阅卷答案，但做什么呢？写的可能这种答案就是命题老师的答案，也要经过时间的这种消化。那这个命题老师也是抄教材的，但这个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这个通仓浇筑应该是不属于它这种，不属于它的竖缝，不属于它的纵缝。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它的纵缝是有斜缝还有错缝。好，这是关于施工二缝的分类。我们再看施工二，我们的施工缝的设置，施工缝的设置就注意它不得设置在应力集中的地方。在1007年一建就考这样道题目，它说扎墩混凝土进行浇筑的时候，我这边有个牛腿，这边有个牛腿，这个牛腿这样应力集中，你这边就不得设置施工缝。它当然为了方便进行施工，这他对这个施工缝设在这个牛腿这个地方，所以他等下有何不妥？我说正题如果不会找不妥，答案一定是来自于这个题目的背景当中。
所以这个不妥就是在这个地方施工单位将闸墩分层交在设计高层，再对油墩这个地方进行施工附近设施，你实在不会做就把这个背景板抄下来，对吧？理由是施工缝它应该设在应力不集中的地方，而它这个是应力集中，不应该设置施工缝。好，这是07年的题目，但早期出的并不是很妥当，这个是早期阅卷答案，这个是3分，这个是2分。好，再看混凝土施工2的止水施工注意事项，三步一推迟，这种题不要背景都可以。12年考的案例题，它的止水部位不设置、不冲撞、不触及，适当推迟拆模时间。好，最后它的门槽二期混凝土施工，门槽二期混凝土施工这块地方，这是二期混凝土施工要采用补偿收缩细石混凝土，因为等一下在本题当中它的高度比较高，所以门槽在入仓的时候你要防止倒的高骨料会进行分离，而在震倒的时候，因为二期混凝土属于那种属于适应性的混凝土，你在震倒的时候，其实这边已经放了金属构件，你在震倒的时候不要触动这种金属构件，让它进行错位。所以等一下它在浇筑的时候门槽较高，不得直接从高处下落，应该分段安装模板浇筑混凝土，震倒的时候不要震动已经安装好的金属构件，可在模板中开孔进行震倒。好，这是关于它的混凝土施工二门槽混凝土施工。那么下面看考点四，大体温控。大体温控第一个考点4A， 就是老教材的高频考点，减热、降热、散热，这是原理性的知识点，这个点教材删掉但是你要掌握。那么第二个大体温控第二种考法就是新教材内容，新教材内容这种题目就出得很没有道理，全是要背。19年一建，我们的温度控制指标包括什么？温控指标包括浇筑温度、厚度、间歇期、表面冷却、通水冷却，这个没讲不讲什么道理的，就是考你的基对这种强标的熟悉程度。还有比方说18年考的什么叫做混凝土浇筑温度，这种专业术语这谁会背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混凝土在拌合运当中它的温控措施，这都是规范，这种规范能背就背，如果这种规范实在背不了的话，这时候做什么东西，这时候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考试拿不到分也没办法，你不可能整个规范全把它背下来。当然这个时候它跟运跟教的时候在临时当中还会有介绍。好，这关于一种大体温控，新教材主要考规范，这种规范主要是考记忆，能记就记，不能记就算了。好，下面讲一下考点五，混凝土质量检查检测。首先讲一道模拟题，钢筋混凝土质量检测主要以无损检测为主，这种叫做按选同源，既是案例题又是选择题。好，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来归纳一下已建成的构筑物大体积钢筋混凝土怎么进行检查的。好，看完这个点之后，我们看18年一建的案例题，他说混凝土如果发现它的试建评定为不合格，就对它质量试建有所怀疑，对试建有所怀疑它检测方法有什么？在施工中，而我这个题目是在施工后，已建成的这在施工后，在施工中对它有怀疑采用无损或者钻孔，而我刚才那个施工后，这个不要把它搞混了。好，最后我们讲一下考点六，碾压混凝土。碾压混凝土有两类考点，一是碾压混凝土施工，二是碾压混凝土怎样检查。碾压混凝土施工19年一建的案例题，他说在试建三中碾压混凝土，这是个碾压混凝土，在施工过程当中采用了仓面保持湿润等养护措施。16年9月，现场对已经完成的碾压混凝土进行钻孔取型，钻孔取型项评价表见下图表格略。他说在试建三中仓面保持湿润外，在碾压混凝土养护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事项，还注意什么问题，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在正在施工和钢碾压的仓面应该防止外来水的流入，混凝土中凝之后进行立即洒水保温保湿养护，水平施工缝洒水养护至上一层碾压混凝土开始浇筑，永久外露面养护28天以上。这个点考的有点难，但是分值并不特别高，4分。这是19年一道题目，考的比较冷门，了解一下。好，第二个碾压混凝土质量检查，碾压混凝土质量检查19年将一道选择题变成案例题了。他问等一下我钻孔取型新样的获得率评价什么，压水实验评价什么，
西亚的外观描述评价什么？这个题目如果你会写千好万好，如果你不会写，一些人也知道难度比较大，所以底下有个提示。这个是提示，本来是一个选择题，再把它强行变成案例题，这个是个提示。在物理力学性能当中，它是评价均质性和力学性，在新样的断面位置是评价承间结合，所以新样的获得率你不会写，它在这就是均质性，这么有个小提示。而压水实验是评价你抗渗的指标。那么然后呢，新样的外观描述也是评价均质性，和如果这个下面你会写就写，写不了也就丢一分，密实性的指标。所以这个题目如果考试你不会写，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个选择题的考点，那变成案例题，但你不会写，你要有考试技巧，这边它有些答案的提示，所以最后它的答案分别是这样进行回答的。好了，这是19年一建的案例五，这是关于模块六混凝土施工，它如果考试大概是有这六类考点，相对而言有点规律性的是模板的荷载，还有四个概率相对大一点，四个不合格，这是它的大概率考点。中概率的话就是止水的注意施工事项，那剩下点呢，在这种混凝土施工当中考的并不特别高频，而且有些比较怪异的考试，比较怪异的考点，你像去年这种施工缝的设置、施工缝的分类了，还有这个质量检查了，都考的比较怪异。像这个平时就考选择题，那有时候这个题目呢出的也是莫名其妙哈。好，这关于模块六，我们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的堤防与河防合乎整治，这个点要考试，就是一个堤防填筑它的强标，它的施工方法。那堤防填筑施工方法，我们看以下这个选择题 ，A 选项是11年的案例题 ，B 选项是12年的案例题 ，C 选项是13年的案例题 ，D 选项是14年的案例题。这种案例题我们看一下，分别看一下 A、B、C、D， 我们的地基清理的要求，还有雨天注意事项，还有相邻施工处理方法，还有地基清理的注意事项。这种的案例题不考什么技术，就是考强标它的记忆。所以这种的堤防进行施工主要来看一下这种强标，然后记下这些强标。那出的比较精彩的16年道题目，这叫图形结合题目。他在这道题目当中他说，等下堤塘在轻机削坡分层填筑有何不妥地方。这个题目基本上是没有文字的，没有文字，等一下它的错误在图形当中，错误既然在图形当中，下面讲一下出题的套路了。如果错误就在这个图形当中，因为图形是很容易有歧义的，光一个图形，很多人100个人有100个哈姆雷特，这个图形有歧义，为了让考试杜绝歧义，这时候它往往会配一些图形当中会配一些文字说明，这时候它的错误就一定在这个文字当中。比方说本处有四段文字，一到四叫做顺坡填筑，我们知道地面起伏不停，不能顺坡填筑，应该水平分层填筑。那然后呢，9到23是水平分层填筑，这个没有问题，这两段文字就用完了，找到一处错误。哪里还有文字呢？这边有一个原地面线，还有一个轻机消坡线。原地面线是你原来长什么样子，这个我没法控制，这个就没对没错，客观描述。那我有一个轻机削坡线，如果它陡于比5，要削坡削至缓于比5，一比4是陡于比5的，所以要削坡削至缓于比5，所以这个题目它又写错了。所以这个题目考得很灵活，这种图形的题目请大家坐下，如果题目仅仅只有一个图形，找错误怎么找？找错误，错误就在图形当中。好，再来看一下13年，再来看一下13年一建的案例题。这道题目也是题目的成本比较大，读起来。他说，世界二中施工组织设计对相邻施工的垂直地轴线的接缝和加高培厚的新老结合面提出具体要求。他问题是，根据堤防施工规范，世界二中提出的施工技术要求包括什么内容？这个问题等于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二，它实际上是第一接缝怎么做，第二新老结合面怎么做。
首先我们讲这是个加高培后，加高培后心脑结合面怎么进行处理，这个接受面它的处理就是，第一，这边你不得顺坡填住，你应该水平分层填住。第二，等下这样不好进行压实，我做成台阶状进行压实。所以等一下这种心脑结合面怎么进行处理，还有这个接缝怎么处理，接缝它的处理就是心脑第一结合面，那么这时候应该接缝的地方应该统一铺土统一碾压，严禁出现界沟，上下的接缝应该错开，相邻作业面应该均衡上升，如果出现高差应该斜坡进行相加，这是对什么呢？这种接缝它的处理。而这个东西是对什么进行处理呢？这个东西是对结合面进行处理，结合面进行处理，这是挖成台阶状刨毛，利用存间结合，而且不得顺坡填住，应该水平，应该由低柱开始逐层填住。这道题目它的阅读的问题比较难找，问题不在问题当中，问题在背景当中。好，这是13年的案例题。好，再来看一下14年的案例题，对地基清理它进行处理，怎么进行处理？对地基进行清理，地基清理这个没什么讲的，考规范。所以呢，这个地方它主要考是考规范。我将装教材这些规范把它罗列过来，考看完这做完这题目之后再看一看，再记一记。好，这是模块七，堤防工程以及合乎景致，就是一个考点，考规范，考记忆。